期愉快啊！开始了吗？开始了。啊，大家好，假期愉快，我是周迅，我是阿雅，我是小猪，小猪小猪娜娜，小丹，小丹，小丹。我在看这条孤僻的鱼。不知道他是被排挤了呢，还是他自己选择被孤立？对，孤僻。你看，在那个角落有一只鱼，可以看得到吗？有一条孤僻的鱼。啊，它出来快活快活，而且它好像是他们里边唯一一条这个颜色的，就双色。哎，不对，还有一条，还有一条，还有两条，一二三，它真的很孤僻耶，它在这儿待了有十几二十分钟来，是吧？哈喽，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很高兴是你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重新发现生活。我们今天来到青山绿水的景德镇，嗯，在这里呢，让我们惊艳的不只是这个陶艺的技术，同时呢，是一群锦漂的年轻人，对不对？那对的，对。这两天我们做了什么？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呢，我们就是到了小丹的工作室，然后小丹工作室叫炸窑社，炸窑，对，有里面有很多就是关于炸窑社的故事，之后要看节目，然后我们就捏了一些小杯子啊，然后配了一些釉。对，所以就是有，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这几天努力的认识景德镇，然后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对，然后发觉这边的年轻人，当然就是透过很高兴的是你，小迅，你有没有觉得，真的在全国各地都有好多优秀、有才华、积极向上、努力过着自己这个想要的生活的这个年轻人？嗯、对。小呆也是一个代表，对对对对对，还有他的另外一半小马，小马啊，而且呢，就是在前阵子这个水灾之后呢，我们透过就是小呆写的非常有深情的这个一篇文章之后，就关注了到他，然后发觉呢，真的是福祸相依耶。嗯，反正他的整个这个故事跟历程，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是，不过我们现在要干嘛呢？我们今天去挖土，然后我们去吃土喝釉。吃土，这个位要看到我们吃土咯，来，一把土一把土的吃。所以等于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程序是完成陶瓷，对，而且是从本源，对，本源，从本源。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所待的这一个环境，我们叫它灵珠山居，它是灵珠村。灵珠村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一个窑址，对，然后甚至是说是它是宋朝的，对对对，从宋代开始，它是景德镇窑的一个发源地之一。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这里，这里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的工作室的后山就有这么一个遗址，所以我们现在去。而且你知道吗？我刚来的时候啊，因为这边有千年的这个时光，就是从宋代开始，包括景德镇这个名字都是从宋朝景德时期，就是景德那个，如果没记错的，真宗皇帝他这个把名字给了景德镇，对不 对？所以我刚好像看到宋朝人在这边走来走去，就是那个长头发的，对呀、啊，对，那个你的朋友叫什么？老孙，小孔。是不是要先把他们呼唤回来地表？他们可能就是坐了那时空机，就是回去了一下。对，哎，来，大师兄，大师兄，古代人来了。这是我两个朋友。对，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朋友，然后他就是这个灵珠山居的主人。哦，这个后面这一整栋都是你的工作室啊？嗯，对对对。哇，你也是景漂的？我景漂十二年。从哪里来的？我是山东人。对，我俩老乡。所以你是读完书就留下来了？对，就是一直在这里没有走，在做陶瓷雕塑之类的。陶瓷是两位宋代的朋友把您留在这的吗？穿越过来的，对，穿越过来的。你们平常也是这样子穿，差不多也是这样，也差不多。嗯啊，你们也是景漂吗？对，我也来景德镇十年多了。嗯，十年多了。是什么把你们留在这儿的？我是因为在这边读书学的雕塑吧，因为跟陶瓷有关系。对。然后呢，跟陶瓷有关，你可能也会想去别的地方哦。因为在景德镇做陶瓷的话，它是各方面的工序是比较方便的。如果去外地，比如说我回老家回山东的话，
然后泥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对，因为这边有高岭土。对，嗯，好，这边材质也是最好的。对，是最好的，嗯，最好的天气什么的，对，嗯，古代的朋友，嗯，我呀，我是我家离这200多公里是临川，汤显祖的故乡，然后我从小就接触陶瓷，然后就也比较喜欢陶瓷这方面，后来就到景德镇来从事这个陶瓷行业，然后一不小心就这么久了。不小心，你的秀发留了多久啊？对，2014年开始留的。给我们看一下多久？长发飘一下，因为连女生都不一定过腰了，已经到大腿。这个我腿肌，我曾经那么长过啊，是吗？长腿及腰，他长发及腰，长发及腰，曾经这么长过。那您呢？哦，我们是一起的。你们也是做陶瓷？对，我也是做陶瓷。一起的意思就是在一起，是哪一家人？夫妻。啊，真的是哇，好虐狗哦！夫妻一起穿汉服也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但是如果一个人穿，另一个不穿，也是有点小尴尬。真的会吗？是不是会吗？我觉得会啊，我觉得还好，就会觉得至少他们有一样的兴趣，还不错。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家里还是用香油灯吗？嗯，没有，也是跟现在一样现代的。挑水砍柴吗？嗯，但是我会自己去找野菜，自己做茶，自己去挖泥巴做陶瓷，做釉什么的。所以生活的比较，对，就是比较慢生活，就是那种田园生活，很诗意的。住在山里？对，我也是在那个窑里那边，一个村上面，那边风景也是很美的。我脑子里怎么突然出不对不能说，感觉周边的环境跟这里也差不多啊，也是一个村小山村里面有山有水，而且是这个景德镇的美确实是把我们给震慑住了，因为四面环山，但它本身是一个平地，所以那个气候啊，对，湿度，对，很舒服，食物也好吃，对对对，是，好了。那我们去挖土了，挖土，好好好。对，你们的衣服自己做吗？还是买？我是买的，买的。对，织布吗？染布，茶染。哎，你刚刚说这个山是有点来头的，对不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几千年的一个遗址，我们能看到的这些都是千年前下来的这种瓷片。真的吗？对。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现在各位朋友，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宋，是从宋代遗留下来的吗？对对。会不会不小心挖到一个完整的，我们就发了？其实是还好，因为这个其实是宋代民窑，然后它在考古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那种考古相关的价值，它只是对我们这种就是陶瓷从业者，就是如果想要去学习它，还有就是像如果我们对陶瓷感兴趣，想要去试一试的话，然后可以来这边了解，通过观察它能够了解得更深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从宋朝人的手上一直对遗留到现在吗？激动，好激动，好激动！稳一稳，不是稳住，稳住！哇塞，各位有刚加入直播的朋友，娜娜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在哪？我们现在在景德镇，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是在这个小后山，小后山，然后。这是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这些碗，宋代的碗，对。但为什么会有这些？因为当时这些都是民窑，他们是不要的，因为是那个次品，对，就是说他们对那个，就应该怎么说，就是品质要求非常的高，对，是吧？对。然后因为就是说这个出去就代表着景德镇，对，所以他们就会把一些，比如说不是那么完美的。就碎掉了。对，这其实是一个伤心地，伤心地。对，我感觉每一个陶瓷工作室都会有这么一个伤心地，因为就是伤心地嘛，这么负面吗？还是通往成功、成功必经之地？对对对，必经之地。对，是吧？因为像我们能看到啊，像这个它清白如玉，我们宋代，就是景德镇宋代的这种白瓷，它就是以这种，薄如纸，生如青，然后是白如玉，一味闻名，
就是因为它这个高山土是吧？哎，对，不是高岭土，景德镇的高岭土，所以它对这个的品质的把控非常高，就有一点点黑点、变形啊、瑕疵，它就真的是毫不犹豫的就扔在了这里。对，因为其实从很久以前，我们就是以瓷器为闻名的嘛，对吧？对，闻名世界。然后那个时候呢，在宋代呢，景德镇的瓷器又是闻名中的闻名。然后虽然是工匠，但是这个是民窑。然后虽然它不如一些官窑瓷器那么的精美，但是因为它是日用，它不像官窑是艺术性居多，它是以民用为居多，但是它就是更自然、更随性，就是我们反而能从它身上看到更多的美。对，各位朋友，你看，光是民用的这种瓷器就有这么高的要求，他们这些残骸到现在都还留着。对，所以你想想，这么多年，肯定被捡走已经很多，对吧？对，而且说也是砸了多少，对，这座山里面真的很多，这座山里面全都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断层的里面，也全都是，都是，对，这就是成功道路上。这就是通往成功的道路，都是什么艰难困苦，对吧？对，而且没有，我们上次提出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说什么事儿，你只要做满了10000个小时，你就一定会成功。是，包括娜娜拉大提琴也是。对，就是没有在干嘛，我就觉得想把这个土抠掉，因为这是迅姐刚剪的，就觉得这个还不错。那可是这个还有颜色。对，那个。小心一点。所以我觉得你那天说的那个就是有这个特别对，就是说看你心里有多想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然后看你有多坚强，对，内心有多强大。我们来戴个手套，我们一会儿看一下这个瓷片，然后待会儿可以去挖个土，小心一点。这儿有一片很薄很薄的。我们不能拿这个铲子挖这些窑哦，因为这也算是我们的古物。我们主要是要拿铲子挖土，是不是？对，铲子是来挖土，挖土啊、我们只是来这里、我们可以来这里用手看一看，好吧？然后可以去了解一下它。好。我们今天即将看到整个陶艺的一个过程，真的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容易。我们要挖土，对，然后就我们要捏的土。前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古窑时候流传下来的这种土，然后去做我们自己的陶瓷。好的，这两天在景德镇跟小灯他们待过之后，我们三个人一致觉得，以后看到陶瓷器都会尊重。对，谢谢你啊，谢谢你，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很太难了。就是看着觉得就是一个杯子，但其实真的试了之后，就你要怎么把它做得特别平均，真的是好看都太难了。对，那我们挖哪儿的土？就是这里，其实我们能看到，是对，就是这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真的保存得特别好。哦，对，说是什么？今天听到一个那个小林老师说，说那个土和树。对，就是说土来做陶瓷，然后树长在土里边，然后那个又是植物，对，然后树又是柴，对，是用来烧这个陶土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一切对，大自然的馈赠，好奥妙啊，很浪漫，来吧，我们现在可以去来挖一点，看小丹挖一点，我们先把手套戴上，好。小姐，哎呀，我就已经准备好了，开干了。柳哥，是的，周妹妹，好软哦。啊？什么？哦，不好意思，我的儿时在说话，我就脑子里面突然会出现一些声音，我自己都搞不明白。你们脑子里面也住了一些人呢。就把小瓷片镶进木头或者是陶瓷里，然后就是它虽然是老的物件，但是它也会有一些新的传承。啊，对。哎，哎呀，你后面有个青蛙，你不要踩。好，哪里？后面有个青蛙。好小一个。这是小青蛙。青蛙跳好高哎。跳不上去，加油！要不要帮他啊？他想跳吗？这么可能是想跳上去。行，让他走也行。对他那边就有楼梯可以上去。楼梯，小丹，你示范一次，想看？其实就是这里，就这样吧。就这样，其实都不用铲子，像这种，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哦，因为你能看到这个土，它
上是非常松软，非常适合做陶瓷。哎，但这还是跟我们昨天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们昨天用的是已经全部都配置好的泥土，所以我们待会儿要去配置，对不对？对，这是一个原材料。很快哎，对，很好挖。所以我们可以挖两个小半桶。陶瓷器是我们大自然的馈赠。下面也是吧。我真的建议大家在假期的时间可以去，就是接触一下这种自然哦，不是说就是说每一天可以光脚踩踩地都可以接地气，真的。对，我们这个就是。对，真的，我们这几天过的是这种慢生活的感觉，对不对？娜娜喜欢这种慢生活吗？挺喜欢的，就蛮享受的。就是很惬意，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我们昨天三个人在。就是很认真的捏那些泥巴，他就是觉得这世界好安静。对，那一瞬间，当你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世界就变得安静了。而且我们昨天还听那个娜娜拉了大提琴的曲子，就觉得、哇，其实让你心安静好难啊，要不断的训练。嗯，而且像每次如果下大雨，然后这边可能都会往下滑，然后就会有新的瓷片被冲刷出来。哦，对，就感觉到这个是冰冰凉的，冰冰凉。对。所以娜娜，你这几天看到小丹他们创作，是不是也跟你练琴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些艺术啊，就是但是它是艺术，但它也很需要技术。还有押韵哦，对不对？就是真的需要时间。它是艺术，也需要技术，对，同时还要懂点学术，对。可以压上了。还有什么术？赶快来！而且他们要懂那个什么化学啊、哦，对，才能了解一些它背后的原理。为什么要懂化学？我们等一下也会给大家揭晓。嗯，因为连颜色都是纯天然的。对，哎，这个土真的很松，而且。就是真的需要花时间，就是做陶艺也好，学音乐也好。像我们就为什么希望工作室在山里，就是因为就地取材方便。哦。像在走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去挖土，都要怎么想吃？来，娜娜吃一口。啊！差不多吧，还要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这都可以做很多了吧？我也觉得，可是你不知道它过滤完之后是啥样。我也是。嗯。那你想要吃哪一个口味的？嗯，这个有点接近那种红豆巧克力的感觉。红豆巧克力抹茶，对，抹茶红豆巧克力。我们前两天还一起过了那个中秋节，我们做的那个冰皮月饼。冰皮月饼。哦，这里有一只小蚂蚁，表示一定有蚂蚁窝。好了吗？对不对？好了。两桶了。好，我来。嗯，我帮你拿这个。好。陶艺真有趣，吃土喝釉。再拿一块，怕万一不够。够，我就是日子特别容易多，对不对？也不会啦。哎呀，做好准备工作。哎呀，好软哦。这几个还要带着吗？要不要把这几个带着吧？带着吧，放到桶里面好了。你们可以找一下喜欢的。哇，而且你看，虫子对我就是好。像这个匣钵，它本来是为了像古代人为什么要用匣钵罩着这种碗来烧、哦，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追求这种清白如玉的效果。哦、这个不是碗来着。对，这个不是，这是它的保护、哦，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想要这种效果，但是技术达不到，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么一个罩子，把它罩着烧，那就会有那种效果了。对，但是你仔细看，其实这个匣钵它也是很漂亮的。是的。对，发不出来，但是其实这个匣钵它也是有一些自然效果，它也是很漂亮的。洗洗就来了吧，所以到了现在，我们就是，柴烧都不罩这个了。就是这就是古代柴烧，和我们明天因为也要做一个柴烧的尝试，嗯，我们用的就是一个迷你的小柴窑，然后也是不照罩子直接烧、嗯、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审美越来越拓宽，就是我们也不局限于什么清白，就是只是干净，对对对，不是局限的，就是这种多姿多彩每一个都不一样的也是我们喜欢的。好呀，好，而且我们今天做的东西明天烤出来之后要怎么样？要送给你们，耶、yeah ！就是你们，嗯，这个李文李文，这个好看，这是一个匣钵。我们把这些捡回去可以做什么？但这个好漂亮，
其实虫子漂亮，漂亮，走。所以其实也没办法做什么，或者是我们在上面加一点东西。没有，就是像如果一些其他手工艺的，比如我是做木工的，我可以就想办法把它和我的木头怎么去结合，镶进去。那可以把它交给老马。对，然后可以做成一些新的东西。就现在有很多人把这些废旧瓷片和其他的一些材质去融合，做出一些新的产品。嗯。哎，但是其实也可以把那些碎的捡起来，然后用现在那种不是叫什么修补啊？金扇，对，金扇有的有的，就给它拼起来，是不是？对，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主要是来这边捡瓷片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学习，就是我们能够通过看这些对废瓷片，然后知道它古人是怎么烧成的。嗯，那它这些纹理是怎么来的？纹理就是那种釉，这种草木灰釉，它一个自然的一个纹理，自然的，对。一格一格的感觉，对，这个是不是有裂纹釉？有一种叫法的，就有一种瓷器都是这样的，冰裂的效果。嗯，我今天鼻音好重哦。对，是不是你今天去了那工作室之后就开始有一点？是不是听见的？嗯，没关系，我陪你就好了。感觉是一个鼻腔共鸣。屁屁。屁屁，我们等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小姐，她的名字叫屁屁，她的妈妈跟爸爸就是小马，还有小丹，小丹，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乖巧的狗，非常乖，胖墩墩的，真的很乖啊，就是屁屁，这是我见过最乖的一只狗。我们现在很快就要看到小丹，长得非常有古典美的这位小丹，她的另外一半。哎，这不是一定就是小林了。小林，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我的迅姐、娜娜、小林、小丹，你们怎么样？林老师，不敢不敢不敢。林老师是可以把一切都燃烧成灰烬的上色大师，炼金术师。炼金术，大魔法师，就是在做泥巴。我们的成果。哇，不错不错不错。你们是不是还看到了很多的饰片啊？那个瓷片，我们还先等他们一下。这个好漂亮，对啊，我就把屁屁放出来。对，那个灰落得很自然，一层一层的。对，说去哪里洗手？小溪。对，说我们今天在捏那个陶土的时候说，哎，那我们捏完之后，附近最近的洗手在哪？然后那个年轻人就跟我们说，就是旁边那条河，对不对？屁屁。屁屁给你吃，屁屁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吃土，屁屁很聪明的，我们做了土给你吃，嘿，不理人，你还不理人啦？哇，好多瓷器，屁屁给你吃土，对，捡了一些好完整的，娜娜你会不会特别好看的？还可以，因为听说有刚才那个古代人送了一些衣服来给你，真的吗？嗯，就是跟他们的同款吗？是没有，我们来带个小围裙。你要换吗？真的假的？真的有衣服可以准备给你？是那个古代服吗？不是啦，你说黑色 T 恤吗？嗯，之类的。可以，等会儿我再真的忍不住我再去。哇，你身上已经有，没有很热是不是？你有艺术家的 feel。我是觉得我很艺术家，因为上面都是加一点尘土。再摸一下。好的，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艺术家的。掌印，娜娜，你好，这件衣服现在就此拍卖20000起跳，结果是20000什么地呢？20000，来我们先把围泰铢，因为我们一会儿就要做这个陶土，好的，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这几天我们才发现呢，做陶瓷器这种东西，它都分的是很细的，比如说有专门拉胚的，然后有专门是这个叫做上釉，上釉没有，这个是在配图，配，然后这个你们可以转过来看一下，这个是节目组为你们准备的小惊喜，小惊喜啊，是这一季，然后。从第一站的浙江，然后到现在的江西景德镇，然后你们去过的七个地方，现在加上了七个地方，七个不同的土。第一站浙江台州盛坑村，应该会有很多的回忆，是不是很感人？这是你们走过的路，这是我们走过的路。路对对，所以我们要用中国的土，居然这么就是七个地方就颜色这么不一样，地大物博。嗯，对，是，所以我们会用这七个不同的土给大家做出不同的东西，陶艺送给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心意满满，很贴心啊？是不是呢？
哦，你看这都有是吧？这是景德镇，景德镇呼伦贝尔。我们去过的地方是圣坑村，第一站，第一站大理，第二站福州，第三站珠海，第四站甘肃阿克塞，怎么就第五站了呢？内蒙古呼伦贝尔。嗯，最后一站景德镇，就是这儿了，就在这儿了。然后你们现在挖的这个土就是这个，对，就是最后一个松口镇。嗯，好，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就看起来好像就觉得很容易，对不对？因为他们已经在这，可是过程应该没有那么。我现在特别想把他们混在一起，对，开始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来简单来体验一下，如何把这个土变成了盒子里面的这一些细腻的一个土。小林，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说你的专长是什么？好啊，好，大家好。好啊，大家好。我叫小林，然后我专注做陶瓷的材料，而且也比较喜欢去挖掘它背后的故事。就实验室一直都是喜欢用这样的不同的地方，因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跟瓷器，跟陶器。然后这个土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有生命力，我想把它重新做成陶瓷，结合在一起。如果我在广东，我会拿广东的土跟这个景德镇的土做一个结合。嗯，对，就大概就是想。你是广东人？对，我广东人，也是锦漂的一员。嗯，我们是大学同学。嗯，今年贵庚？啊，我今年92。九二年，92岁，九二年，你也是刚才跟那几位穿古装的朋友同一挂的，一起穿越过来的。好，那我们来开始，好，我们开始。那大概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因为这个土呢，就是有点湿，前几天下雨，所以呢，我们简单的在这边用这个火烤一下，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排成一个流水线。然后呢，有人呢烤好了之后呢，在这边研磨，研完磨之后呢 ，OK， 在这边来过筛。然后另外一个呢，把这个研磨好的东西呢，给它装到这个盒子里面，好不好？我们来分装。这叫盒子吗？啊，就是棚，铁棚。里面一个铁棚，对不起，铁棚。然后你们今天挖了很多，然后可以之后可以我把它处理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做成色卡，然后也可以就是做一个礼物。或者做一个纪念，因为这个土都还蛮独特的，伴随着宋代的那个瓷片一直在一起，有可能还挺美妙的。嗯，好，那我们先简单的收拾一下这边。我们真是又复古又创新啊！我们流水线谁雇第一个？我来喷火吧，因为比较危险。对，哎，我想试试喷火。可以，那。那我磨磨，因为你就是热情如火。我可以把这个移开吗？我可以把这个移开吗？哎呦，先移到这边好不好？因为我满脑子的火，明天晚上就可以。那我来过筛吧。好，娜娜你来负责研磨。OK。给我们放在这个红砖上，它就不会。最后的一步。我们可以先把碾碎，碾碎的话，等会儿喷的火就会更快一点。留个空间。它里面会有一些大粒、大颗粒的石头，这个应该不是。对，这个可以就不要了。真细心，嗯，欧阳小姐真细心。对，欧阳是蛮细心的，真的。哎，我小学欧阳同学都叫欧阳啊，我觉得很亲切。今天周女士有点，梗啊、今天周女士怪怪的，就是感觉她今天是在那个火星，是是，对，飞出地表。我今天有点出去，对不对？对，我也觉得是。对，你是去到宋代了吗？我去了，差不多五代。迅哥，我差不多可以喷了。你看，你真的是出去了。今天这个状态很适合当喷火。当什么？喷火，干嘛？对，就只是这样过来。对，好。我要跟大家讲哦，就是小林呢，因为我们现在在做那个陶器的原料，陶泥。然后，但是小林他还会上釉，因为我也之前我们以为上釉就是上一个涂一涂而已，对，然后以为颜色就是像水彩那样，其实不是，对不对？它每一个颜色呢，反正就是跟化学有关。不同的粉。而且那些粉都是哪来的？就比如说是鸡蛋装鸡蛋的纸盒子，嗯，然后或者是瓜子，或者是橘子皮，然后而且最我觉得最奇怪的是，比如说它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混，或者是白色混另外一个，竟然会是透明的颜色，嗯，或者是它加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就会变紫色，对不对？这个真的是一门就是说学问来着，所以小林牛。嗯，
就要坚持做下去。嗯，他什么都烧，他什么都烧。你说你烧过，你想不想烧我？不敢烧你，能不能会被网友骂？可能可以烧你的鞋子之类的，耳环。他真的会，因为要有实验精神嘛。对，因为创作要有新的材料，才能有更好的，就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材料符合什么样的颜色。嗯，对，要跟大家说一定要去试。对，要去试。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要烧呢？因为那个釉啊，是要把那个粉末跟烧，就是不管任何东西烧成的粉要和在一起，才会出颜色，很妙吧？嗯，没有想到哎。而且中间我觉得什么过筛的那一些步骤都蛮好的，对，我们要把那些粉磨得特别特别细，然后放一些小小石头、小圆圆的那小圆球、小圆球，然后一直像 bartender 一样，对，像摇奶茶一样。还喝到入秋的第一杯奶茶了吗？结果是鸡蛋梗，就是好像是今年一个大家有在传的一个梗。哎，小林，哎，那你有想过要放弃吗？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也在大学也是读陶艺的，然后呢，那时候我发现就是商业泥它很好，但是它太同质化，所以我去做创作的时候就很容易跟别人雷同。商业什么？商业泥就是你去买得到的泥料，就是你能买得到，我也能买得到。然后我做一个生活器物，你也是做生活器物，然后就很雷同。所以我在寻找一个就是说什么样能够让我变得就是个性化一些，我就从材料出发。一开始我就跟这个不一样了，而且这个其实在古人他是因为条件不方便，他没办法像我们现在节目组这么贴心的寄到实验室来给我，然后我们现在有一场泥巴的这种盛典在调配一样，就是它就是只能够在这个当地里面去取土，所以它的颜色就很单一。然后现在呢，我们有这么好的便利，我就想要在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窑口，那么多的这些土的东西都可以烧，就而且也可以慢慢的摆脱。因为我本来是一个锦漂人，我就想说，哎，我可以离开景德镇到一个不是陶瓷厂去做东西，因为就是创作就自由一些嘛。然后后来现在就觉得我就得留在景德镇的原因就是所有其实很多的土都是来自于最白的那个土出去的，然后现在呢景德镇就是一个中心，只是说它在这种外界的条件下就被污染了各类的颜色，所以我们看到大地色系就有这么多。而且我个人是几年特别喜欢，被污染了是吗？也不是，就是对，就是被污染了，那就是它迁移或者就是所有的东西杂质，然后掺杂在里面。但是那些杂质有时候是不是也会创造出一些特殊美好的颜色？对，就是这个 DNA， 就是个性，就是那个地域化。所以你也从锦漂慢慢找出一个市场差异化，做出自己风格的一条路。对。所以他就说今天那个鸡蛋的盒子是他是第一个人这样，第一个人这样烧的。对，然后我有把这个瓜子壳，对，瓜子壳是看你月下。看月下，因为没有看月下，我们就大家在吃瓜子，然后大家就收摊，就收，就工作收了嘛，是吧？当然这个不要丢，然后我说了之后有一部分已经丢掉，还是把它捡起来。对，因为所有的壳都能烧的，差不多了。好，谢谢。我关，太阳这样关。突然变得很安静。对，所以而且土地哦，陶瓷是泥哦，土地哦，土地。是可以包容一切东西啊，包容万物啊。突然陶瓷有那么多的这个，做陶瓷就是在和一个大自然对话。然后而且正是由于小林这种，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但是毕了业以后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虽然都在做陶瓷，但是他是在做陶瓷的不同门类。所以正是因为小林这种类型，然后他们对材料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很专注的对材料进行一些深入的挖掘。然后像我做雕塑，然后我就可以在因为它的材料的进步而让我的雕塑是不是也会有更多新的可能。对，那是必然的。对，那小邓平常会用，对，我身边就是包括像我们工作室其实也是会去自己这样挖土。对，而且就是身边同学就我们平时也会交流，就比如你有一个什么新的好看的釉色呀，然后是不是可以分享给我试一下。就是互相激发，对，
互相给予这个互通信息、嗯、真好，一群同年龄的人在往同样的梦想前进，对，互帮互助。我们的副导已经去看那个景德镇的房子了，因为我们在来设置之前要做非常多的调研，嗯，所以若涵已经去看那个景德镇的房子，一年房租5000，嗯，他已经是真的认真的考虑要来这边住到这儿是吧？对，但是去到这么多城市，他只想在景德镇买房子吗？对，可能就是每个人他有感应，他可能租房子，对，租房子，嗯、对，他觉得有连接的地方是的，就像这个城市跟磁场一样。嗯，我第一天来我就觉得啊，我喜欢这儿。嗯嗯，这感觉还蛮疗愈，像在弄中药，对，捣中药，像那个猪排，就是吃猪排炸猪排之前要那个芝麻酱，对。说的肚子都饿了，而且真的，哎，景德镇东西很好吃，嗯，主要是小丹的男朋友做饭也很好吃，超好吃。对，小丹是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然后他另外一半是很会做饭的。对，可能我本来是会的，但是因为他做饭太好了，反而剥夺了我的这项能力。啊，是的，每天在吃狗，福祸相依，福祸相依。哎，那个手机给我好了，不是不是，来，我可以拍一下近的。蛮有趣的，娜娜也是一个很喜欢动手的人啊、哦。嗯，还不错。娜娜爱上了那个捏哈、哦。对，那天真的是坐下来停不下来，娜娜好专注。对，娜娜说一下你的那个梦想是？梦想就是开一间花店，然后里面可以做陶艺，然后还可以泡茶，然后还可以有电影看，然后晚上还是可以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听音乐。有没有这个可能？然后还可以捏陶土是吗？对，而且娜娜真的昨天很认真的问我，然后那个陶艺的工具她要怎么去布置，然后才能布置一个小空间，她可以自己安安静静做陶艺。对，我觉得是，确实是。因为本来我在想说，哎，我觉得蛮好玩的什么，然后迅姐就跟我说，哎，那你应该买一个自己放在家里可以做，嗯，这样你就随时可以做，随时可以很安静。所以就像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写毛笔字，就对，就是静，可以静下来。对对。是不是最后我们会做成是这个样子？对，我们会。这个会变成这个吗？没有，我们会。会加进去那个加水，对，加了水之后，然后我们还可以自己自由的调配，就跟今天早上在那个配油一样，对，所以其实它只是土和水嘛，对，它土和水，对，土和水就是石头变成土，土加了水之后变成泥，泥，对，就上油，什么的，真的就是。泥嘛，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土是这样子，可以变成一个这么坚硬的东西。对，其实真的就是玩泥是大自然，还有火，对，泥和火就是人的天性。就最早的时候就是水拿一坨泥，土金，金是哪个呢？金就是所有的矿物质，矿物质像类似我们今天的金、你想这其实真挺水、火、土。武汉五行，对，五行。老师，我这样子是不是可以了？对，还不错。还要再磨一下吗？可以，不用。小迅，可能有刚加入我们的朋友，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在干嘛吧。哦，不是很想告诉你们。谁叫你不一开始就来？真的，我们现在在这个景德镇，就是，哎呀，你看那个天空，现在好漂亮。马上太阳要下去了，这个祥云朵朵啊，然后马上就要变成粉红色了。我们现在在景德镇，不能拿着手就忘记了。林都山居，然后我们在陶瓷，我们从挖土到怎么制作成这个泥巴，整个过程我们都会跟你们一块儿分享整个过程。对，然后我们刚才聊到，就是说这个陶瓷啊，其实汇聚了整个大自然，金木水火土，对吧？大雅解牌，整个五行。嗯。现在在是这个的前身，可以吗？是这个的前身。然后这些是我们这次很高兴认识你去过所有地方的土，我们的足迹，我们去过的地方。
然后呢，小林老师，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调配了，就这个土跟这个土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工具先稍微收，然后呢我们可以根据你们的喜好，嗯，可以把每一个地方去过的土都加到了你们的这一个盆里面、嗯、然后用水混合在一起、嗯、它就是所有的中国的土、嗯、对、嗯、对，正好这一次就是收光，然后把它烧出来、嗯、明天。你也好感性哦。真的，对，就是我虽然做的是理性的东西，但是我很喜欢挖掘它背后的故事。嗯，真的。哎，那我们可以一个地方变成一块土吗？也可以，可以，也可以。你先给我们示范一个呗。好嘞，好嘞，可以。我们还可以试一下脚胎。好，脚胎，脚胎，脚胎。我们把这个拿起来，这个都脚胎。俊姐会喜欢脚胎的，我吗？嗯。好，找这个，然后呢，就一人有一个，然后呢，跟那个还是一样的，我们拿了这一勺，例如到了第一站，还是到了这一个。你是每一个都用了？对，用一勺。对，用一勺。嗯。我也想要每一个都有，然后也可以单独用，但是寄过来的土呢，这个珠海的这个泥特别的让我很意外，嗯，因为我觉得珠海就是大城市，嗯，然后它来的那个泥就像就比这个泥还要更好捏，嗯，对，就是节目组特别厉害，在那么就是大城市里面能挖到那样的泥，好用的土，对。然后其他的像那个云南挖过来都还有那个小生命的那个小绿芽，嗯，真的我们都不知道啊，对啊，这个我觉得用一下那个娜娜，很感人，刚刚拿出来的吧，这个灵珠，我们可以在这开始那个小杯子了吗？可以啊，已经开始了。但是你是要混一下这些地方的土，还是你只要景德镇的土？这个只是景德镇土，是吗？对。然后就把它混在一起，其实还蛮像，又很像烘焙，对，然后各种香料，对，然后咖喱，对，咖喱，对，如果是要多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同一种可以舀多一点，但是这个其实呢，多少比例都没有关系，因为它出来的就是陶土，它就是可以适合捏的一个陶土。那它的颜色会因此而有不同吗？它们会变得更加的，就是中间的那个颜色，就是偏上棕色。嗯，对，就是它的颜色越多的话，它就会越变得越棕、嗯、就是单个的话可能类似会，如果是单个的话会比现在的颜色会稍微深一点一点点，对、嗯、就倾向性更明显。如果你们多一点的话，中间就是可以挖一个坑，然后呢就是直接把水倒进去，然后真的很像做蛋糕。小丹就说他有朋友呢，就是陶土学完之后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烘焙师，天练师。然后呢加水的也是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水多了那就变得很稀，等会就变成泥浆了，然后我们就得必须要再加土、嗯、那如果是那个水少的话我们就可以慢慢加，但是我们今天准备了个石膏，如果就是、啊、对，如果你就是太湿的话、哦、我们就可以放上去吸水哦，对，所以那个迅哥，你越揉那泥巴就越硬了，因为它里面会被吸走了。吸走了，对，这石膏你可以摸着它在干的。哦，哎，娜娜，你不是有那个，就是之前有做过一段时间的直播吗？对啊。嗯，要不要来跟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在我们再把那个。Hello， 我们很高兴认识你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然后不管是新来的朋友呢，还是你已经看了一会儿了，都希望你可以享受跟我们共度的这个小时光。然后我们此刻正在景德镇、嗯、可以环绕一下山庄，四周非常的好看。然后呢，今天是我们很高兴认识你的倒数第二次的直播了、嗯、就也是我们最后一站七期里头最后一站，很高兴娜娜可以来。然后娜娜真的特别可爱，没事。然后回去洗澡，很开心这几天我们就是一起走到了很多地方，然后跟着小丹小马认识了很多景德镇特别有意思的年轻人，然后我觉得我也学习到很多，然后跟着迅姐阿雅姐在一起也非常开心。
对，我们真的是过了一下那个慢生活。对，对，还能睡午觉。对。而且我们在车上路程的时候都睡得特别开心，就知道没有多放松。对，有人说这是在哪儿呀？我们在景德镇的灵珠山。对，我们刚才呢去后山挖的土，然后直接把那个土有没有看到？现在要开始做出来了。对，这个也很像做一种炒冰淇淋，你知道吗？对，就炒酸奶，炒酸奶，炒酸奶，或者就是东北的那种摊煎饼。对，哎，果然做了一手好饭。希望今天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小成品。对，就其实很简单，就是、就是把各类你们喜欢的土，然后把它并在一起，这就是泥巴了。好的，对，好，雅一川的朋友也说看得像做饭一样。小姨问你不热吗？小姨，我真的挺热的，但是你要不要去换个衣服？不是我很懒，然后我今天这已经有了我们艺术家周迅小姐掌纹，蚊子太多，掌纹和指纹。这边是左边手臂的部分，这边是右边手臂的部分，对，是无价的，对，无价的，我跟你说。好的。有人说好喜欢迅，我也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我们今天呢，用我们在七旗呢不同的地方走过的足印的这个七个地方的泥土，我们会做出东西来，然后明天烤出来之后要送给大家。对。也要希望大家喜欢，不要嫌弃我们不专业的手法，我们都是用爱心去做的。是的，景德镇，我们就是在景德镇。还有哦，给你两个熊耳朵。然后各位假期在做什么呢？然后我们来这边呢，最大的收获除了好山好水之外，还有就是景漂的朋友们。对，就我们昨天还去认识了，就是。在这边的音乐人就不只是做陶艺的。对，谁说严峰说阿雅和娜娜是母女吧？啊，是的，在这边想要正式的跟大家公布这个消息。你真的是好会聊天哦，你真的很会聊天。但是呢，想公布的呢，不是阿雅姐是我的妈妈，她其实是我的姐姐。七个都有，没事了。没事了，怎么有点心酸的感觉？有点哭腔，是不是？其实我是娜娜的妈妈。这个消息我们公布了吧？不是，我们不是说好不要说的吗？就我解围啊！哦，不是说好是个秘密吗？那怎么办？都已经说了，对，那只有算了，播出去了，对不对？有静静周迅翻我，舍不得已经守到这么多期了。然后李玉，我们也很舍不得，真的舍不得。欧阳娜娜，欧阳娜娜，欧阳娜娜，欧阳娜娜。我们来看，我们迅姐现在加入哪一个地方的土呢？我全部加了，全部都加了。对，但是我想它颜色稍微那个浅一点，所以我那个加的这个很多。珠海的这个加了很多。其实这个颜色浅浅的，刚才那坨泥，但我不知道，但是它水深了，应该就是深色了吧？嗯，水加进去应该是深色。小林老师，这个水加的是深色还是浅色？有点深，是不是？对，有点深。它干了这个呢？这个更深。那我想要浅浅的怎么办？浅浅的，那你可以拿一下这个黑土。这个对对对，反而是黑土，对对对，不只是人不可貌相啊，泥土也不可貌相，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那些黑的七个地方混合出来的土，小林老师已经帮我们做出来了，就变成这个样子。黑的反而是啊，之前是这样。哎，什么？怎么就变成这样？我刚没看到。就是你们在跟观众 say hello 的时候，我就把它摊在这嘛，然后就一直吸。它那个石膏榜就会吸水，就像摊煎饼一样。你们等会可以试一下，来，可以来，帮我们一下那个炒双奶，是不是？对，炒双奶。但是怎么就是粉，然后一直刮它？没有，就是加了水就变成了泥浆。加了水。对，就有点像类似那种。我也来试一下。那种奶昔一样的那种感觉。我也要加啦。那我们要到哪里捏啊？我们可以等会儿就在上面捏。对，在上面捏，然后等会儿也可以挑战一下曼轮，在这背部。哦，是什么？这是一个曼轮拉坯。曼轮拉坯啊。这个吗？对，就这个。这个就是最原始的一种。
然后它需要，就是因为没有电力嘛，所以它需要你的手，你的脚一直在蹬，什么吗？对，然后蹬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个诀窍，我也喜欢稍微浅色一点的，浅色，所以我就放了这个比较多，福州的黑土。哦，我真的也放。对，调了几种您？我调了三种，放了一点这个，就是浙江的青灰土跟黑土，还有应该是棕黄土，有点忘记了。那挺好的，我觉得。觉得这个比我们那天直接拿那个土出来捏还要对好玩一点，更有意义。好了，加水是加多少啊？少，就是我觉得我加多了，这样差不多吧。加了点粉粉。哇，好舒服哦！我觉得我加可以炒开皮了吗？加多了就可以再加点粉。啊，我这个颜色好不雅观。巧克力，好，深巧克力。你刚才不是要浅色吗？但是老师说加这个黑土反而是浅色，对，烧出来是浅色。如果加这些红一点的，就是烧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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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有朋友问说黄衣服的是谁 ？Carl，黄衣服的呢？啊，你想要跟姐姐玩吗？我错了。黄衣服呢，是我们这次很高兴认识你了，就因为他而来的。大家好，我是炸药丹，一个专注炸药100年的陶瓷雕塑师。炸窑，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陶瓷的制作过程呢，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发一些问题。它最严重的一个就是炸窑，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个困难取成了工作室的名字，代表着我们虽然知道它很难，但是我们不怕难，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说法。就是炸窑是通向什么？成功的一个步骤，对吧？所以就是必经之路。对，就是所以就是想要成功，肯定是什么来着？失败是成功什么之母啊？然后就是，虽然我们现在一直会经历很多失败，但是只要我们心里想着以后会有一个好结果，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很努力的做下去。阿雅说的是什么？但刚来直播间的朋友，阿雅有一句话，我觉得这两天就是特别适合这个，很高兴认识你，这个重新发现生活，就是说看你心里有多想要，还看你有多强大，内心有多强大。周女士，这是一个什么梗啊？我跟他们待在一起几天，发现他们之间有非常多的秘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而且并且是非常有默契的。你看他们刚刚进行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一个，这叫什么？微表情。打 pass。打 pass 是什么意思？就是就是眨眼吗？就是自己的一个秘密，对吗？秘密就是姐妹，姐妹之间的一个。对。哎呀。请大家继续看看他们。你觉得这个表情会让你觉得很软吗？很软啊！哈哈，静啊，静啊，什么？是有一种假笑。那他没有背后的什么故事吗？我就刚才我们在拍那个短视频，我就是想这样笑嘛，就是有很多小孩，就是他假笑。他就是等于他很不想笑，但是他一定要有礼貌的时候，你知道。然后他那个表情做出来，我就整个人都觉得好软哦，是融化了的感觉吗？不是融化，就是拖到一个点，你知道？哎呀，他这边想要跟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说，如果有一天你们偶遇了我们周迅姐或阿雅姐，请在她面前做出这个表情。嗯，已经变成了一个打扣符号了。好。我有人说是有点多，小丹有人说你100岁了，因为你刚刚说专业炸对专业炸窑100年，木艺水美奖，谢谢你哦。对，我们在景德镇，对的对的，景德镇太好了，东西又好吃，我就觉得它好神奇。但你说我们去的这七个地方哪一个不好的？是，真的对不对？对。深坑村也好，但我才知道锦飘的年轻人们有这么多。哎，这个真的是很巧克力的，就是那种炒酸奶，就真的每个人的颜色都不一样。我这比较，这是比较黑一点的巧克力。我是 Coco， 对，它那个是焦糖。把它想成巧克力是一种正面的思考。是的，是的。如果是负面的思考，会把它想成什么呢？大家自己想就好了。
什么呢？什么泥土，泥土，泥土也是这大自然本来的颜色。走开。其实它的那个感觉是湿，很湿润的。就是有一种，就是还蛮细腻，对吧？你可以帮我们炒一下那个酸炒酸奶，嗯，上吧，师傅。就差不多这样，嗯，拿一个软瓜片，手里摸到你什么感觉？就是感觉它有点在呼吸的感觉，不是太，不是我太给它拟人化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感觉这个土有点在呼吸，因为它是有温度那种冰冰凉的感觉。对，而且我们知道它背后有一些寒意在里面，所以拿着它就感觉金木水火土，嗯，对。我想说，听说用泥敷脸也对皮肤好。哎，面膜里面有高岭土啊！我就想说，你可以自己来试试。哦，面膜里面有高岭土，对，高岭土的成分。有的。不然，要不我们今天晚上试试看吧？要不我们今天直播的时候结束的时候试一下，我 OK 哦。哎，我也 OK 哦，我也不是不可以。对啊，好啊，没有人在怕的。没有，跟我们到最后就会看到我们怎么样。但是小林老师说不 OK。不是，这里面有高岭土啊。哦，这不是我们很傻，把它涂在脸上的话，就没有高岭土。虽然它有一些地方它有那种泼泥节。哦，对，我去过，好玩吗？叫摸泥黑。我觉得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整个，我整个从没有机会玩泥巴，所以就是这几天就变成一个泥巴孩子，就觉得把小时候没有玩过的那些泥巴都得补回来。对吧？嗯，哎，对啊，各位朋友们，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很爱玩泥巴？几乎没有小朋友不爱玩的吧？哎呀，姐说她女儿去公园的时候，就是然后看到就是有沙堆还是泥巴，只要一看到有那个沙堆的那个游乐场，我就会一直祈祷，就希望她不要往那儿走去，但她就一定会往那儿走去，因为没有小孩不爱玩沙子、玩泥巴。老师，请问我这个质地还可以吗？可以，看着不错。马上我们可以来炒酸奶了。我觉得也是，迅姐才是那个二十岁的小女孩。嗯，二十应该还大了点。你也学会了。一戴这个手。这干嘛呢？这干嘛呢？啊？这干嘛呢？我？我在让它回归自然。也叫。一举两得，又洗了手，又让它回归了自然。我还摸到了水，我喜欢。但是我不太能长时间的坐在这儿，所以就坐得住，所以我得玩一会儿再玩泥巴，玩一会儿再玩泥巴，就是需要来来去去。就是我觉得就是而且我性子比较急，就是耐心相对比较少，所以我需要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给自己找到一种慢慢的方式。对，因为对你们来说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对，好，现在娜娜你在做什么呢？我现在做的这个是一个99%的黑巧克力，然后我准备把它做成冰淇淋。挺干的了感觉。对，这个是我的是吗？对，是你的。然后可以把它炒起来嘞，炒给大家看。那娜娜这个可以炒。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一个巧克力蛋糕的一个 base 基底。基底，那你可以拿这个。那可能待会在上面再。我真的，我觉得这几天就是完成了我小时候玩泥巴的梦想。小时候没有玩过，就是小时候你知道拉琴就是比较难，因为他就会说啊，只要有一点点就是会弄到手的都不能做。就小时候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愿望，就希望自己可以打篮球，但就没，就除了乒乓球以外所有球类都不能做，因为怕把手折到。对，所以玩泥巴手弄坏。那为什么小时候拉大提琴不能玩泥巴，长大后就可以了？嗯，我觉得小时候一个是没有时间，就是玩泥巴应该还要回家洗澡什么，但是小时候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用到练琴上面。长大之后就比较随心所欲一点，然后就把它炒起来就好了，是不是？对对对，炒怎么炒来着？现在已经还蛮干的。对，我觉得你那可以直接刮起来，对，刮起来揉一揉就行了，就这样。然后炒，
拿另外一头反了，对，刚加入直播间的朋友，我们是让大家看一下怎么样。然后你可以把它丢到这里面来，但这里面没关系，这样挖起来好像削那个木头那个。挖起来要把它揉在手上捏吧。对。是整个炒起来之后再。哇，这个整个炒起来一起揉，好好玩，这个感觉。对，好好玩啊。这个是为了让它的水分变得比较干，是不是？对，就吸水。可以，娜娜这个干湿度很好。就看着比较干，但是刚刚好。我这个太湿了一点，迅姐这个稍微有点湿。嗯。可是我们等一下用这个拉胚的时候，不是也要湿一点吗？对，要湿一点。虽然那样也 OK 呗。所以可以选择，就是说拿自己调配的泥巴去拉胚，但是我们来做个游戏吧。拉胚。拉皮，因为我广东人的普通话也一般般，一般般拉皮，一般般。对，来，让我们来用广东话来跟观众朋友们打招呼，好不好？对啊，对。就我广东潮汕的，那你就用你的家乡话。那我很久没有说潮汕话，没关系，说。大家好。啊，这是广东话。哦、sorry， 那你说一下嘛。好，给大家介绍我们在哪。大家好，我到景德镇住。好了，我到景德镇，然后欢喜认识了，很高兴认识你。欢喜认识欢喜认识哎，我们现在可以那个让。所有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录视频之后发到我们的账号。很高兴认识你，用你们的家乡话，然后让我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怎么过节的，然后跟我们一起说很高兴认识你，好不好？家乡话说哟。对啊。嗯。我的家乡话是。学一下我们。很。我们家乡说很叫猥亵。猥亵。猥亵恶心拧着你。猥亵恶心拧着你。猥亵恶心拧着你，拧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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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丹那边的家乡话怎么绕一绕？捞食儿，我得绕一绕，因为我们那管人叫捞食儿，然后就，然后他们叫我叫汪小胆，不是，这是广东话。汪小胆，那就是很高兴认识你啊！很高兴认识，真梗啊！这个很高兴认识，很高兴认识你。那我爸的老家是徐州啊，很近很近很近，很好行，认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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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说的不标准，也十几年没回过，十年没到回没回过家，我都笑牙笑牙，我妈就笑妮儿笑妮儿，对，很高兴认识你。我爸爸叫小迅，小迅洗手。欧阳小姐，欧阳小姐稍微洗个手，去河里洗手。哎呀，屁屁小，这个就是欧阳小姐做出来的陶土。到你了，到你了。然后这个是迅小姐做出来的陶土。哎，我们俩的颜色差不是那么多，但是还是差挺多。还不一样，这个稍微红一点，这个稍微棕一点。你有我们七旗的足迹 ，Of course。你呢？我只有三个。三旗的足迹，好。我们现在拿的这个，我们可以开始来拉坯，还拉坯，拉坯。拉坯，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翻车的日常。这是很容易翻车的，这是慢轮。哎，但是这个很容易翻车。对，拉坯，然后但是它转的比较慢的时候，因为它是还要自己用脚，对，自己用脚去调和，所以你得要有多那个。它是最古老的一种拉坯方式。但是呢，我们这两天就是小丹跟我们讲，我觉得有一个很美的形容，就是在做陶器的时候，就是手跟脑，心跟手最近。的距离，对，我觉得我也得回去搞一个，而且他练脑，因为手一直在动，对，对，对吧？手不能停，对，我们工作室的口号就是手别停，就是你聊天可以，然后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手不停，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做东西的工作室，手不停就可以了。哎，那我们三个，我们黑白看赢的那两个可以来用这个，好，拉坯的这个，好不好？来，我让给娜娜。对呀，又让的多没意思。你是想要捏还是想要？我无所谓。OK， 来，就我们随机来。黑这样子，黑白配，哎，没有默契，黑
妹呸。好，你们两个就知道。你去做，你去弄，你去代表，你代表着我的这个，然后你去拉一下长草。我这个是明明是黑的，好不好？没有啊，你们两个是黑的，对，你们两个一样的。我这是我，然后你代表我，把你三期的，就是感情放到这个上面。不要，我要让给你，我要你为了我。不是，我知道了，我在你后面。哦，来吃个饼。My love, my darling。快去，你去了。不，你坐那儿，然后我从后头。这个要怎么弄啊？这个完全不会。对，我想看你弄，真的真的，我觉得你可以，你可以的。翻车，我今天一开始早上拉屁股就翻车。翻车就翻车啊，我们就是在不断翻车，这就是翻车的。就是它需要，就是你要脚要去调和它，然后你的脚呢轻轻的往蜻蜓点水的这样踢出去，这个需要时间的。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玩一个游戏，我们不拉东西，我们就在规定的一分钟内，然后看谁拉得高就可以了。那更难哎，拉高看谁拉得高。好，那你们两个先看怎么拉，你们两个先比一下，我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好，来先让小林哥来。对，嗯，这个你看这个多有技巧。哇，完了，我的手，你看我手都进不去。我其实也是因为没有做，你是蹲着的，对，我就是直接就靠蹲着了。这还练功夫了，这还可以站着吗？可以站着，去年还站着，可以摸点水。好，各位朋友记得关注，很高兴认识你的账号，然后呢把你看他现在在哪里。对，就是他调的时候他会有夹发话，那个湿了好吗？所以他会跑。有人说你太好看了，或者我可以来帮你踢呢？那不就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吗？但是你看它一直在转，它那个底座，它对，我太湿了。对，因为我们可以先用这个泥巴，用我这个。等一下，我们先用这个泥巴试，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留着待会儿做雕塑。好，对，我们可以用这个泥巴来试一下曼轮。所以我们要来比赛，说谁拉得高，是不是？对。输的怎么样呢？输的就这个院子跑五圈。我不跑。你这个人跑下来会死，就是不是会死了，就是很累。你的意思是，你还需不需要我直播了？跑下来就好，宝贝儿，不跑不跑，谁都不准他跑。这还是会这样子啊？哦，尝试一下。他输的话，我这个我帮他跑太湿了。对，我们这样。哎，五圈很多哎。好了好了，试一下，没转一下，一圈可以了。然后不然可以做别的，输的话，然后要很使劲的这样把它砸进去。你去搞那个，我不敢，我去弄老师那个好了，试试看。其实用手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就是如果脚使不上力，用手也可以，因为最早的时候人们。那我来计时一分钟啊！啊，我不要，我害怕。这好玩的嘛，我输的也没干嘛，我觉得我好不好？一定是。越来越高吗？不能越来越扁。小林老师出的题啊，最后做了一个好，越来越大。谁有可以计时的呀？哦，那就开始还是？好，你计时哦。好，那我来计时。怎么样才能越来越高啊？那我开始计时了。那我计时一分钟，开始。这个没根本没有办法。大家体会一下古代人。我的已经塌了，没关系，可以的。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尝试。没关系，我可以沾一点水水。可以，水水。哦，对，玩陶土不能留指甲，对不对？对。对。这怎么找不到那个中心点？是比高哎，周女士，你已经在挖洞了。对，我也是在找，想要挖洞。挖洞是对的。拉动是对的，因为它得找那个中心，然后才能提上来。哦。我们还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说错了，对不起，十五秒。十五分钟，可能我跟杏姐的腿都已经不行了，发抖。好，倒数五秒。这是什么？五、四、
没有了，已经来了。已经来了。我们俩俊姐的还是比较定在中间的，但是是比高啊。对，你看我这个，你这也是一种美感，也是一种艺术，是吧？对。它还挺好的，哎，很喘嘞，有那个沉重。这个已经当成了一个运动，对，陶瓷是力气活，没错，真的啊、哦。对，以前都不知道。但是可能要换腿，以前以为是一件浪漫的事。换腿，换我了啊、哦。好。也许会超越大家。拉出一个十层楼这么高的，要换一块泥吗？要，我来给你。哎，啊，我这还是用商业的泥吧。嗯。你这个比较小，对，我好小啊，做一个小的，好小啊！我想待会儿和那个井格镇的泥巴再合一起、啊。那我这可以跟这个合吗？对，是可以合在一起。可以合，然后我们可以用昨天学的那个揉泥的办法给它，就这样。我自由发散的，很疗愈的，各位。嗯，也不是不可以嘛，对吧？我用了我们节目，还可以一边创作一边减肥。这么多期的一个泥土，然后再结合我们景德镇本土的一个泥巴，给它们揉在一起，然后最后再做一个。哎，好像已经揉在一起。对，这个其实就有点像脚台，你看其他很好看。嗯，对，但是它是有那种泥巴自己的纹理。我想做你昨天做的那个工杯，嗯，工的那个茶杯。对吃力吗？嗯，脚这个方面比较吃力，手倒还好。泥巴稍微弄多一点，这样很好。蹬得顺吗？你觉得呢？它这个泥巴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个形出来了，对，对不对？对，对呀、啊。哦，还是很厉害的。哦厉害、啊。就是你的妈妈。有，如果拍半身的话还蛮唯美，但是如果拍全身，对，拍脚有点很尴尬。对，上面很紧，下面再垮。哎，我觉得我这个好像可以拉出来，可以送给大家。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对不对？小香炉起来了。好，来，各位朋友，为了你们，继续努力。可以把它往中间放一放，我也想啊，但它不听使唤、啊。哎，回来了。娜娜在，娜比在捏什么呢？准备工作。娜比在准备工作，想要捏一个工杯。我们现在捏的这些东西，在明天的直播里头会送给大家哦。嗯，因为明天才会烤出来。做一个瓷器一般都是需要几天的时间，对不对？正常是好多天，就是它是有一个周期，甚至一个月。如果要是烧窑，有一天一夜；有的甚至烧大窑的话，烧六天六夜、嗯。但是我们明天可能使用的是一个叫做迷你柴窑，对，是我们自己做的。对，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而且是为了这个节目做的，十、嗯、天。对，然后所以明天我们可以看看它到底能烧出什么效果，因为它的时间很短，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就能够把它烧出来，然后就可以把像雅姐、迅姐还有娜娜他们最近做的这些小陶艺，通通的一口气烧出来给大家看。所以那天你送给我们那个就是小丹特别好，送了我们三只小兔子。这个我在想可以放在家里面桌子上，你随便放什么东西，就是它就是一个范围。你没看明白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范围，就是你放在比如说你书桌上，你放一个，比如说你有什么笔呀、啊，就是这样。嗯，就是一个范围，就是一个。让你看明白，他就不是艺术家了。这个很像一个那个，就是仔细看这种裂纹，它是很漂亮的。裂纹。就这边是有裂纹的，然后它反面是相对比较光滑。就所以说，人人都可以是陶艺家，就是陶瓷它只是一个材料，啊、就不会被不要被它限制。还是虽然它不在重金，但是它是圆的。随你自己玩，对吧？对，还是有点不错的吧。对。我怎么觉得找不到昨天那个做杯子的感觉了？可以修修笔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哎，我很想让大家看那个切泥的，哎，因为我觉得好疗愈哦，就用一条线然后切泥那个。哦，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对对对，你可以切泥给我们的朋友们看一下。看一下很疗愈。这个是这样啊，这样对。OK。
能看到就是刚两种泥它没有完全揉完。嗯，像花卷。对啊，花卷。花卷不真是馒头。馒头。你看聊着聊着做一个碗送给大家啊。这是我们昨天做的那个泥做碗。对，这个有点像，因为有好多种。昨天那个泥是马哥他自制的拉他的碗的一个陶泥。你现在准备做什么呀？我想做一个小杯子，然后因为我昨天做了五个小杯子，六个，五六个，一家人。是做给谁的？做给一家人的。然后就是以不同，今天这个是送给屏幕前的你们，对，希望你们可以喜欢。但我有点忘记那个昨天捏泥的那个感觉了。昨天我们三个是就是前面做的时候都还有点困惑的感觉，然后后来就坐进去吃了个午饭之后，三个人就开始有了灵魂。对，然后就开始你说没吃饱之前都没有灵魂，没吃饱之前我直接站起来走了，有没有？对不住，对，再见。想做一个、那个、肚子饿真的不行，我跟你说，这食物的力量真的很大呀。我觉得要是我在看直播的话，我应该会很想要捏你一把，哎，觉得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而且还会饿。真的，我觉得可以，可以弄，我也想要弄一个，我们就团购一下。对。可是会不会就是在景德镇很容易，这个要回去自己搞就不容易，就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就买土，对不对？对。要请小丹跟小马帮我们列一个那个单子。对。哎，那我想要问一下，我这个如果现在要再拉薄，我应该如何拉呢？或者可以直接就是捏，等会儿割下来可以用捏的方式，就像我现在这样一点一点把它往上捏。捏。哦。然后如果我觉得它不平均，我要如何让它平均呢？就是可以控制那个力度，你觉得哪个比较薄一点的那个力度就轻一点，然后哪个厚一点你就大一点，然后把它往上提，然后口子到时候可以修，或者就是让它是不规直的也都可以。所以像他很多人拉了很久这种陶拉坯的练习，其实就是为了练习自己这种对力度的掌控。嗯，说小马是练了多久啊？好久，他就没停过。为什么？之前我问过他。他的爱好是什么？是拉坯。那他的工作呢？拉坯。小马就是小丹的另外一半。嗯他们在景德镇一起读书，然后找到了彼此，就变成景漂的朋友了。然后，哎，为什么他今天没来啊？他在为我们明天的烧窑做准备工作。然后小马的那个拉坯拉得非常好，因为要拉坯拉得好其实也是一门功夫，他就是爱拉坯，是不是？对，他喜欢、他享受那个静下来那种 oh my love 的那种感觉。 oh my love。 那小丹不想要尝试吗？没有，我原来还有这种技能呢。嗯，就也是和做饭一样，有了他以后这项技能反而就没了。没有，因为我试过，但是试过以后就虽然也是可以做，但是就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反而还是雕塑。嗯，所以就是说是与其去做这种能做好的，就是我还是想，就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我喜欢的是我能做的，然后也是能让我赖以生存的。嗯，就都是一件事情。对，是同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就很好。嗯，其实就是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它刚好可以是你的工作的话，就等于说你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也不是说，刚刚小丹，这就是我们小丹的另外一半。对，大家好，大家好，也来了。哎，小马，既然都说你拉坯很厉害，你来拉一个，展示一下。行啊，行啊，你们哪里有泥巴？展示这里。哦，这个我。这能不能换一个？并不想用。怎么样？你是嫌弃我拉的，是不是？也不是，我可以改。那我来先试一下你拉的哈。OK。高人拉的还是可以送给大家的。要不要换个泥？啊？有泥巴？没事，先用雅姐的拉吧。我可以拉吧。给他重铸新生。你想不想让你的 T 恤更有型？这个姿势不一样。想。谁说你可以把它弄倒的？啊？谁说你可以把它弄倒的？哦，不好意思。没关系，我会恢复原样。因为他要拉倒，然后就像重新打一个更稳的地基，好吧？对，这也有我的手感，好不好？对，各位还是会送给大家的。然后在这边正在逛大街的这个是他们家的狗狗屁屁。
很乖的一条狗，真是我见过最乖的。皮皮，皮皮，皮皮刚才也去玩泥巴了，那个啾啾。你看它一边加水一边弄。嗯，我帮你转，要不要？转也行啊，但是这个速度需要比较快，你的脚得对对对。小心脚，我是被他转，我又在踢你，我又在踢你，抱歉啊，没事没事，抱歉。对，我一点也不怪你，刚才把他弄翻了。小来，你心里很心疼吧？没有没有没有，我帮你再来两脚都行。你给大家做个碗可以吗？可以啊。他做的那个餐具非常的棒。小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正好也是有。不是准备做杯子吗？对呀、啊，但是我觉得有点往另外一个趋向走。OK， 现在这个是找好重心了。嗯，没事，不是是那个拉皮，这个只手捏。对，直接上手。是不爱拉吗？觉得自己好像那一方面没什么天分。没什么天分。对，就没有这个潜质。练习一下应该可以的。对，练习一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想要送给我们观众朋友，就是你们，就不要嫌弃啊，这些做的不好。哎，干嘛搞得好像我们才刚见面？我不见了。哎哎哎，马先，真的很厉害。哇，做这个。OK， 直接拉高。哇，他那个好厉害呀！你看，相比起我这个。哇。我知道。是不是很疗愈，各位朋友们？是不是很疗愈？你看他，就大概是这样。跟我刚做的差不多。再薄一点吧。薄一点的话，可能我需要换一坨泥巴，因为啊，算了。我需要换一坨泥巴，因为刚才那个泥巴没有揉，所以不太适合来拉皮。就是咱们昨天做的时候，我提前给你们揉过了泥巴，因为就是需要把泥巴揉均匀，这样在拉的时候它的干湿度它会一样。对，所以它会拉起来比较均匀。会拉坯的厨子不是一个好医生，不会拉坯的厨子，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不会拉坯的小马不是一个好厨子。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子。你要做个什么的碗？就是这样的碗啊。葵口碗。葵口碗没有拿工具。那是不是要把它刮下来？来让大家看一下，回家应该把它捏混再做一个。现在太软了，是不是不适合刮？重新做，对，这个工具不太适合。不太适合，就放不进去。对，放不进去，我需要这样把它切下来。这有点四不像。继续捏也可以。再来一次。你下是什么？啊，这一坨泥巴，这个可以把它捏下来。是担心怕有人不喜欢吗？对，怕大家嫌弃我。主要是好不好看，我觉得就是将就一下，但是能不能用，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你做什么？你希望做成什么样子？我昨天做了几个小茶杯，我觉得是就算它没有很精致，它也是非常实用的。然后就是，那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再做几个，但我就找不到那个手感了。昨天还是有一点灵感。别害呀！啊，就你大哥，这就又走了。好。哎，你怎么？对啊，我觉得我那做的不好。哎呦，我好饿，你们饿不饿？有一点啊。我们可以上去喝喝茶。嗯，锦飘的生活是什么呢？除了为了你的梦想不断的坚持，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就是毁灭再重生。因为榨油就是要把你做好东西可能没烤好就会炸开，对不对？对对对。之外呢，还有就是喝茶跟打麻将，听说也是大家很爱的事儿。对，锦的这个人很爱。对的对的，嗯，生活。饿不饿？饿。我饿了。你没？饿了。吃点啥去吧？饿了。那我们上去洗手。好，我们去河边洗洗手吧。那我可以继续捏吗？可以啊。我带着泥。对，我们带着泥可以捏。其实。一边捏一边喝茶。好。就手别停。还要喝茶，越喝就手别停。太累了，给喝的。得把泥巴带走。这个就是小丹的作品。请问有没有蚊香？迅捷要蚊香。蚊香。然
然后小，因为小丹很喜欢做这种跟神话故事有关的，所以喜欢做鹿啊，然后喜欢做大金鱼等等的。我也很喜欢鹿。这个鹿，还有那个，这个是那个，这个是一个什么？哦，那个两个人头，就那个双蛇，对不对？对对对，烽火仙师。童兵的故事。烽火仙师，烽火仙师做的，烽火仙师其实是两条蛇。一个是梧桐树，还有一个就是哦，一个梧桐树，一个蛇。哎，这是昨天的两个。对，就是这就是音乐。我怎么觉得这个脸有点像我？哦，有没有一点？哪像你？是个脸。心中这里喝茶，这里坐你坐，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有一点？头发有点歪，对。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哦，已经6:30了耶。哇，好多文字。我们来喝茶聊天吧。对，我能坐在离蚊香近一点的地方吧。我左一盘右一盘。我们来喝茶聊人生吧。好的。哎，没有吃的吗？真的很饿哎。是的。谢谢。好，各位朋友，是我的 day， 我觉得我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们今天不是就来体验一下在锦漂的年轻朋友他们做的这个陶瓷器吗？你看这个就是小马，它拉出来的，咸的，拉出这么薄，然后里面的颜色这么的美。这个就是小马的作品。对，这个我肯定要买，里面有一只眼睛。对。还有里头，哎，这个杯子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呗。哦，这个是我们工作室的一种特殊烧成手法，是苏打烧。嗯，对，是我们工作室我们毕业以后自己搭的苏打窑。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每一只，哎呀，我还没有洗手，我也去洗个手好了。对，它的特点就是每，我们能看到它烧之前是没有任何异物的，就我们今天准备这些异物都没有。那它的颜色就是通过在烧窑的时候往里面喷各种，就是我们之前试验出来的各种化学原料，然后它自己出现的一些大自然的状态，大自然的状态。对，所以它的效果就是每一只都不一样。对，然后呢，再请来说，你会发现很多很有古味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椅子，你看这个椅子呢，冬天的时候就特管用，嗯，因为它冬天里头可以放，它平时可以除物，但冬天的时候你可以放一些碳，嗯，放一些东西，然后可以，然后你就屁股就会暖暖的。这不是马桶吗？嗯，应该不会想要在这。是暖桶，我们小时候都有的。马桶是暖桶，我们小时候都有的。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更高一点的，我们会站在里面，站在里面，然后下面放那个，对，那个碳。屁屁暖了，心就暖了。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买一个回去，因为这对女生很好。嗯，因为可以暖我们的肚子，对对？对对。还有，哎，现在有子母画面吗？现在在开的子母画面吗？这个好漂亮啊！哎呀，嗯，哦，好好，你看，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女士的耳环也是我们在锦漂的时候慢慢买，木头，对，有一位很特别的大哥，他做的马爷，嗯，马爷自己做的。很轻，是的，老大哥，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的杯子，我来教我一下。这个好漂亮，这个好喜欢这个。今天带大家体验一个烤米茶，好，我可能得喝。烤米茶，第一步是，哎，这个也漂亮哎。不太完了，那我得端过来。好的。你看这个，嗯，像那个哎。很像乌龟的壳。对，娜娜，你应该喜欢那个吧，因为有小鹿斑比的感觉。哦，就它身上那个斑点。斑，嗯，那我觉得有点像乌龟。嗯，坐这个位置拍吧。嗯，这个好漂亮。当你知道这一切我们用的东西都是手工做出来的时候，那是属于你的，就觉得还是很感动的。真的，我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陈坤这么喜欢陶瓷了。他有吗？他有。这次你也理解到了。对，我理解到了。我觉得我也会开始喜欢。小丹说我们要。就是尝试着，当然，那我因为这个位置可能比较方便泡喝这个，跟大家聊聊天烤米茶，对，烤米茶。这个茶叶罐呢，是我也是之前从云南时候带过来的，它是云南当地的一种喝茶方式。哦，小丹，你也会茶道吗？一点点，其实不会的，但是就喝的多了，所以就是。还是因为我不喝茶，所以不会泡茶。你不是想学泡茶？对啊，我先今天来先学一下这个。然后这个就是马哥做的罐罐。你们喝茶之前先吃点小点心。嗯，对，正好让我准备一下这个茶。好的。哎，这个要收起来吗？好贴心呀。然后，哎，对，你们那个，哇，这个杯子也很特别。你那个朋友叫什么？这个是蛋糕吗？你猜一猜，你猜啊，这应该是巧克力在外面，然后里面对，应该是那种饼干，我觉得。对、哦，但这是咖啡吗？这是一个真正这个有一个杯子，嗯，这是一个真正的甜点吗？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我来尝试一下，先喝一口。杯子是它是做成那样，还是说杯子就是？嗯、杯子是应该是饼干，嗯，饼干的、啊。嗯，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对，其实应该是白巧克力加饼干，然后里面是港式奶茶。嗯，答对了。哇，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就说今天要带大家吃吃喝友。啊啊！哎，这个是谁拉的？这不是，这个是，这个是紫砂的，是不是？这个不是，不是，这不是紫砂，它是外面上了一层釉。然后是陶土、这个、那这个斑点是怎么形成的？斑点就是有两种釉叠加，对，然后形成的，就色彩跟色彩之间就好了。颜色釉也是景德镇四季，差点，心是不是停止了一下？哇，这心跳很快，惊喜无处。好，那你们姐妹就自己聊，我就先去忙那边了。谢谢，谢谢。我可以定一个这个的吗？这个能不能重复做出来？这个要问他的制作者，我们回头去问问。好，这个我太喜欢了。你为什么会加米到这个杯子里？对，它这个就是会有米香，就待会儿我们烤的时候会有米香。嗯，四溢。然后因为米是粮食嘛，就是它和我们生活很贴近。然后我们把这种米香烤到茶叶里，这种滋味很独特。嗯，所以我就特别想让大家尝试一下。嗯，就它还得烤一会儿，我们正好现在可以先吃。可是吃甜的周女士不爱，我可以喝茶，喝这个奶茶。奶茶，嗯。娜娜，你又会拉大提琴，还想要学茶道，跟陶艺，并且又喜欢花店，你怎么那么完美呢？还没有学会，怎么完美了？只是想学而已。但是我真的这一次很想学陶艺，哎，嗯，对不对？嗯。而且如果把做好的杯子送给家人朋友，我觉得是很对，很有意义。嗯，而且它可以就如果喝茶就可以天天用，对，很实用，就会有那种那个。比如说爸爸喝茶的时候，嗯，女儿做的杯子，对，嗯，哎，这个米香现在跑出来了，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们会茶道真的是一件非常酷的事。好，学习。这个就是我们从云南带过来的茶具，然后回来以后，马哥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小罐罐，因为它上面正好做的是一个小瓦猫。这个瓦猫就是他们云南当地的一种小猫。对，它这个瓦就是一个猫。嗯，看这个嘴，它是取因为小嘛，所以它只有一些小特征。对，它只有一个这个张大嘴这个特征，它是一般放在屋檐上，然后就可以去集享受。对，这个是个兔子吗？对，这是一个中秋的兔子，就是也是应景做的，一个小享受，太好了。这个釉也很好看，是两个釉是吗？嗯，这是普通的米是吗？对，就是大米。然后而且它这种米茶，其实用最普通的茶和最普通的米，但是就能烤出就是。不是说能用价值衡量的那种好滋味，好滋味。而且他们当地的话，基本上就是会，你来了以后，我就先端一个小炉子给你自己烤，就是因为一般那个情况下没有，都是主人泡茶嘛，但是他们那边对，就是自泡自喝。哇，
对，这是待会儿我要用那个来抓着它。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把火灭了吧？嗯，我还可能还要，就不要了。来，这个给你。还有子母画面吗？没有我就关了。那要把火灭掉。嗯。好，连上。它这个饼干做的也很可爱。嗯。好，来吧。我先把这个拿下来。哎，他那个景德镇真的很喜欢放鞭炮。对，我们已经听到过两三次了。嗯。那我们来来 ，cheers 一下，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们，很高兴镜头前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共度此刻。还有各位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说说你们此刻正在哪儿呢？我们正在景德镇的灵珠山，在这边体验陶瓷的艺术。嗯，你在哪儿呢？你们爱喝什么茶？我什么茶都喝。我很少喝茶，但我之前喝过一阵菊花茶。菊花茶就只是那种一个一个包装，然后里面有一个透明的盒子，然后一朵花就泡一个，很方便。你是喜欢它漂亮还是喜欢？就蛮好，蛮甜的，就甜甜的。我喜欢喝，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喝那种麦子茶。麦子茶。茶也是一个艺术来着，对，茶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都没仔细学。就不是之前讲吗，我朋友用不同的，比如说什么口的杯子大，他要用什么样的茶，煮茶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茶器。你说有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一块布还是什么，有一个很漂亮的结方，叫结方，结方，对，就很优美的名字，对，一块清洁的方布，对吧？嗯，结方嘛，对，对不对？哎，如果有个人的名字叫结方，对，我刚才在想结方这个名字，周结方，周结方，柳结方比较好听，柳结方，就用我来擦你的心吧，讨厌。好，我们来用那个来一个结方，大家觉得可以？挑一个喜欢的就可以。周杰芳有一点，柳杰芳比较，欧阳杰芳，欧阳杰芳，欧阳杰芳。好，那我以后女儿就叫杰芳。哎，不要那么现，对，不要那么随性。不是，但是我女儿也不会姓欧阳。那谁？那不一定啊。不一定吗？对啊，跟妈妈姓也会有啊。杰芳，但是真的得是清洁的杰吗？你想要，你想什么杰都可以啊。你想要女儿吗？要啊，我要一个男生，两个女儿。对，昨天晚上不是说一个然后要一只大狗跟几只猫，两只以上的猫。对，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个吗？哪一个？你的猫的照片吗？啊，可以啊，但我没有带手机。哦，但是我们家的猫是一只小橘猫，它是一个流浪猫，它没有品种，但它就是，也不知道它是混什么，但它就很橘，然后有花纹，很橘，这样好好奇，就是它是那个就路上捡的，像老虎那种斑的那种吗？斑纹的那种吗？不是，是就是长条线的花纹，就是橘白橘白橘白，然后另外一只是。朋友的朋友的猫生的朋友，因为我昨天跟他们说生的朋友啊，生的猫，因为我昨天跟他们说朋友的朋友生的猫，其实是朋友的朋友的猫生的朋友，生的朋友，哎呦，周女士，脑子转得很快，是什么意思？他那个嘴，他在学会了。对，就是另外一只是布偶猫混金渐层，混什么？金渐层，就它金渐层。金渐层它的那个特征就是它的眼尾这边会有一个小眼线。哦，对，就是这样子的，跟你的眼睛有点像啊。对，然后我觉得眼睛也是有点闹。猫的个性就随主人，因为这只算是我的，然后另外就是我妈妈，因为她自己就想要领养那只猫，而且他们俩还处得很好，对，处得非常好，一直在前阵才知道，原来那一只橘猫它是公的，我们一直以为是两只母的。母猫，没有，我想喝你泡的茶。嗯，泡好了，先尝一下，谢谢。哎 ，Cheers！ 你茶会有，嗯。哎，你的茶有吗？好的。
这跟你说的那个麦有一点像吗？有一点。哎，大家有跟我们说他们现在在哪儿了吗？杰方。还行。刚才那个可能稍微还有一点水不够熟。头发怎么那么乱啊？check 一下 check 一下。对，笑的开心的是不是？谢谢。对，这个有点。西西说生活好简单，只是你身边的人层次不一样。观众很深奥。对 ，So 说公道杯很好看，注意到公道杯了。啊，就是，只有一个。对，就是那个有眼睛的那个。很漂亮，这个。啊、对。谁有？我们非常的需要那个叫什么？这个蚊香和喷蚊子的那个驱蚊喷雾。介爱 A 说：“生命很短暂，做自己喜欢的事。”是的，是这样子的。但做自己的喜欢的事，不代表你乱来。对。有啦。做对自己有益的事儿，对吧？来，多种一起上。K K 讲说，看了我们这期，好想去这里。其实我们走过的七个地方都很值得。走一下。大家看到。对，这里不只有好的风景，然后好的这种艺术，而且还有好的人。对不对？对。不过娜娜让你去，你最想要去哪？你有哪儿是你觉得就是在国内好，在国内的话，就我最喜欢的是北京，但北京是我认定为以后要住的地方。但是我其实很喜欢云南。对，就是那里风景很好，天气很好，然后人也很好，食物也很不错。你在哪里？云南啊？大理啊。我也很喜欢。俊姐，看到看直播，看您说饿了，我吃拉面给您。哇，太好了！为什么就只有一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拿一个碗，其他的还在做，分一下，对吧？也可以。啊，太好了！也可以。我觉得再去拿两个碗。人幸福啊！来。而且感觉你看这个碗，然后这个盘，我喜欢下面那个盘，它有一个那个花纹，下面那个盘子，哇，盘子好漂亮。我觉得我回家可能真的会把家里的盘子淘汰一下，换成手工的。变。对，因为就是不一定是陶瓷的，它还有其他很多材质的一些手工的，只要是手工的器皿，它都带着就是它制作者的一些心情在里面，就是他们想表达的，他们可能一生的所学所用就都汇聚在他做的这个餐具里。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像小马他是在做器皿，不如说他其实是在做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他想把他是喜欢吃饭，喜欢做饭，然后因为喜欢做饭竟然愿意去做餐具。所以他又希望，可能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尤其是一家人，哪怕是一个人，就是在工作之余能坐下来好好吃顿饭。对，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我就说就是可能有很多人，他虽然是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对对对，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很重要。尤其是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现在人工作都这么忙，都是那么辛苦，然后大家都有想做的事情，然后甚至有时候连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但是我觉得就是起码吃，努力加餐饭。很重要，而且要真的不要乱吃，因为你吃进去的东西，你身体就是反映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这个食物太重要了。喝什么也很重要。不是说要喝多贵或者是多那个哈。就是。好有感悟啊！娜娜，你20岁。你学会了，我觉得很好用。请坐，雅姐，请坐。你20岁，然后这次来看到小丹，其实他跟你的年龄也没有差非常的多，对不对？然后你看到他们，就是跟你自己现在做的，你觉得相似之处在哪？我觉得就是坚持。对，就是我觉得我也一直在坚持，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就算不一定被理解或是被看到，但是我觉得只要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想做，就像小丹说的，他在就是洪水之后，他发现这个事情他是他自己主动想做，不是被动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然后就被不被看到或者被肯定，我觉得是自己心态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看，
我做的碗，我做的雕塑，有一个人听我拉琴，有一个人喜欢我写的歌，那其实也够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坚持为自己拉琴，坚持为自己做音乐，也同时为那一个观众去付出努力。只要有一个观众，对对对。但昨天我获得了两个观众。完全发自内心的欣赏。对，你好，20号有一个那个演奏会，是吗？对，在北京。在哪里？在北京哪里？保利剧院。保利剧院。北京爱乐乐团。OK。对。哎，你那张专辑是最近发的吗？对，6月的时候发了我的第一张原创的 EP，写了3首歌。我听的。有也有，就是不是只是演奏的，同时也有唱的。对，就我之前有出过演奏的专辑，但这次是第一次，因为我其实念书之后就才开始觉得，哎，好像唱歌蛮好玩，然后可以尝试一下写歌写词这样子，所以就发了一张 EP。EP 对，然后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可以给我们。哎，你看这里怎么这么巧啊？怎么这么巧？有吉他哎，这个真的太有缘分了，这个简直。你那天弹吉他也好美哦。是吗？我也是就除了想要学什么茶道啊这些，我也是一直想要增加我的那个乐器量，想要学的东西好，其实是想吃一口的。对，我看你刚才眼睛一直在往这里飘。但我很努力的在思考这个小盘子，这个小盘子都可以直接用。对对对，这小盘子。对。是好吃吗？好吃。对。我就一口就好，我觉得他现在一定在帮我们也都煮一碗，你信不信？觉得有的。那我就等，要不等会儿。没事，你们待会儿分给我不一样。这个分太多了吧？那我也想一个。可以啊。真的一口就好。好，谢谢。而且是素的。嗯，真好。我们两个用一个好不好？你先吃了再没事，我直接喝的，其实。对，要不然喝面一会儿凉了。有点酸酸。因为有番茄。真好吃。炒汁。真好吃。对，我也没停。好吃。他怎么做的那么好吃？那个。我待会儿尝尝。小度。难怪他的小肚子不小，原来他是很会吃的。我还要再申请一碗小肚。小肚在看我们的直播吧。小孔啦，小孔，小孔，小孔。刚我们已经叫错过一次，而且我刚不小心把他叫小胖。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有朋友，就叫小胖是非常可爱的。小孔。好吃。好吃哎。它很辣，但是它又有那种。就是爽爽的酸。要有鞭炮声。我真的喜欢放炮。对，因为来了已经听到好几次鞭炮的声音。我第一天还以为是因为中秋节。对，我也以为是。对，没想到第二天还有。那么喜欢放炮。开心，快乐每一天。而且这个是比较偏乡下的地方，对不对？对，他们就很热闹，就是。来吧，喝口茶，喝口茶。哦，对，你不吃辣，你还给我。但是好吃的。辣。对，他不吃辣。对，那你喝个奶茶，奶茶甜的，而且不热了。Thank you。你这么不能吃辣？他完全不吃辣，我忘记了。我也曾经就是被很多人逼着学吃辣，因为他们不是无辣不欢吗？然后我家都吃辣。我以前也不吃辣，就不能吃辣。后来就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他们说我是怀孕开始，因为说男酸女辣，真的有道理。哦，就是生妹妹的时候。哦，所以你是生 Evela 的时候开始吃辣。那个过程就突然很想吃辣，然后我的身体需要。但不会什么流鼻涕，因为我就是会流鼻涕。就很痛啊。哎，我觉得在这里会有灵感。就是不能天天就是真的你要一样的形式放就是要出去走一走，不一样的会更灵感。
是是。但是这个很消失，就接触到泥巴，捏到那种土地，然后见到这些人，而且米它本来就健胃。太好吃了，又好吃又好喝。那我就，唱一首那个 EP 里面其中一首歌。那我可能会翻车。I still want you, but I won't be in this if you don't want to. You don't want to open up. This is how it starts, fighting about nothing and going too far. I just can't look now, I've fallen apart, fallen apart in my arms.We never meant trying to get into each other's head. Oh, somehow I still got love after all that you've done. Sure, no matter what we do, yeah, no matter what you say, 'cause even when things seem bad, I wouldn't change what we had.Say, yeah, no matter what you do, still want the best for you, still want the best for you. So no matter what you say, yeah, no matter what you do.这个夜晚变得很美呢，真的，完美。高兴认识你，完美。在这种有蝉叫，还有一点鸟叫，还有一点风声，还跟泥土这么亲近，还有人在旁边吃着美味的面，吃的那么香。而且其实我不久前刚听过这首歌，是吗？对，因为那个我。最近之前不是淹水，然后有很多人鼓励我嘛，然后有一个就说我也就说了很多，他说最后送你一首歌吧，送了这首歌吗？对，是这首歌。哇，真厉害！送给他，这个灵感太强了。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就我平时玩的那个平台，其实那个平台里面一个，负责人他是你的粉丝，然后都快成一个梗了，就是天天说什么时候把欧阳娜娜拉来我们平台，对，他特别喜欢你，所以就是当时那你帮我谢要转告他，跟他说谢谢，他喜欢对了，对，那挺感动啊，就是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对，我也想，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今天时间差不多，但我想最后可以分享就是。小丹的一个让我很触动的一个故事，就是呢，他大学毕业之后，其实自己非常的纠结，他在想，他到底应不应该往陶艺这条路继续的走下去？他觉得他这么努力，在做了这么多，却不被看见，这确实是他的爱，但是。他就要留在这儿吗？他的爸妈也在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家呀？结果在那一次的大水，原本以为是击垮了一切，可是没有想到，击垮的是他的工作室，他的作品，但是反而让他的心变得更强壮，对不对？然后你才看到，其实有这么多的人都看见你在做的。终于哭出来，这两天我看他一直想哭。小丹是不是？好几次讲到的时候都
眼眶都红红的。嗯，因为过去其实没多久。对啊。但是就好像已经被很多人看到了，然后就觉得是不是我太夸张。就有很多人就说就是这个人卖惨啊，天天在哭，所以我说那我不哭，我尽量让你们看到的是我就是已经好的一面。但我觉得哭有时候就是一个对就是疏通自己压力的一个方式。其实你知道自己心里真正在想什么，是哭是笑都可以的。对对啊，我就经常哭，我就是姐姐特别没事必须得哭哭一鼻子。嗯，因为我其实平时活得像个汉子。嗯，就哭不等于很懦弱，我这是两回事。就是因为可能尤其雕塑系嘛，就是你要做一件很强韧的事情，那可能你就要先强韧起来。然后平时就反而会越活越糙，就是小细节也越来越不注意，就完全抛弃了身为女生的一些认知。对，然后但是就是昨天碰到雅姐，不会。然后那个就是当时姐姐跟我说了句话，就是说，我们女人反而是要互相帮助。嗯，因为已经太久没有人对我说这种话了。嗯，我们支持你。对，就感觉就是真的是女生之间的。对，女人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是很超大的。嗯，感受到了。所以其实经过那次大雪之后，你反而更认定你要做这件事。对，我以为，我因为我看得见那些不好的地方，然后就反而让我忽视了我的内心。就是这场水，其实那么多人对我说了那么多，其实反过来就一句话，就是让我看清楚自己到底心里想要什么。然后我觉得，就一旦把这个看清楚以后，就是很多生活中很多问题就都没有了。嗯，就是当你面临很多选择，然后很多困难，你说要不要？我知道这个好难，但是我有点想做，到底要不要做？你就想想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有没有真的很想要这个？如果我真的很想要，对，那我就会很强大。看你有多想要，看你有多强大，是吧？嗯，最后就是跟我们有多强大还是有关。对。有人说你现场演奏还有唱歌是假的。因为你刚刚唱的太好了。真的吗？我刚才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摆。哎，那我们今天既然这么美好，还有两分钟，可以再给我们现场唱一个，可以跟大家说是真的。对，我们的直播也是真的，就是这么的美好。对，他们是真的来了一个恐怖的，像来了一个恐怖的炸药室。怎么会恐怖呢？完全不恐怖，他特别可爱。对，他那天说我是个话痨，就是他是对他自己说这个，但是就是。确实是啊，我们那天第一天见到小丹的时候，进门到我们出门他没有停过这个语言，但是他自己就跟我们说啊，我告诉你们我是个话痨，我就觉得特别可爱。特别可爱。所以来到炸窑是我们内心是开心跟丰富的。对，来证明你是真唱的，快！不像我唱什么，我唱一个，但是我自己写，但我们还没有发，没有关系吧？你觉得没关系就你对你觉得没关系就没关系，因为唱别的歌我怕有版权问题。你那个 EP 有三首歌啊？对，但只有这一首比较是吉他 bass， 就吉他当 bass。OK， 看看如果能记住歌词的话。好，你就用哈哈哈呵呵呵也可以。好。星系围着星球，随梦而转，多自我，像一片网中孤独方舟，逆流而行，多洒脱，像一阵风，肆意拥抱彩虹，像我桀骜的家。
像摩天的大楼，容着渺小的遗漏，像无数天行宇宙分裂出的每一个我，时而像秋秋，时而像沉溺在你的眼眸之中，想触摸，想独占你的零零总总，却言不由衷。太美好了，我是刚刚自己随便乱编了很多次。哦，你怎么哭？没有。但这首歌确实歌词很……哎，我给你邀首歌好不好？可以呀、啊。可以。没有人跟我邀过歌。哦。我给你邀首歌，谢谢你欧阳老师。谢谢你周女士。欧阳解放。哎，对，这首歌叫《双子》，是这样子。双子，对。歌词在说什么？就是我是一个分裂的个体，就是我有时候很坚强，但有时候我也特别想要求救。但是我是一个比较、就我也是比较保护自己，但同时很开心的人，但是也会有那种时而想求救，时而想自由，但却没有办法去做到，就是跟自己抗争。因为双子就是两个，就一冷一热，一静一动嘛。所以就时而想自由，时而想被爱，时而又想爱别人。对，愿我们在这种挣扎当中都可以走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对自己的方式哈。那明天还有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明天最后一场了，朋友们。明天最后一场，我觉得今天也很结束的很完美。你看最后一口面，最后送进嘴里了。明天见，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明天不见不散哦，拜拜。本节目由欧莱绿光瓶冠名播出。欧莱流光瓶全能肌底精华，一瓶改善肤质、肤色、肤感。上抖音关注很高兴认识你官方账号，精彩内容看不停。关注抖音热点榜，围观更多新鲜多元热门内容。
抖音